你还年轻啊！我年轻你就打我主意，老流氓！哎，你这老流氓！不，你怎么？流氓！不，你他不想活了，他想自杀。我不想活了。哎，你老头那么老了，你还不想死？我这么年轻，我凭什么想自杀？你这姑娘，是不是人家真想帮你？真的呢。你是流氓呢。 小孩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啊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又不是我的尾巴，讨厌！像，真像！像什么像？狗要是生气了，就这样子。说的什么话？不是狗。 老头儿
你是个好老头。老头是你叫的。要么，给你。那从哪儿来的？不是偷的，地铁的废纸箱里到处都是。你喜欢看报纸？那是职业习惯。 你家在哪儿？啊，你家在哪儿？我没家。哎，那你爸爸妈妈呢？不愿意说好。你不愿意说，那你为什么总跟着我？这总可以说了吧？让我入你的伙。入我的伙？什么意思？啊？咱们一起干。 你几岁了？12。12，长得那么瘦。饿的，你几岁？我是你好几倍。哎，太老了。老？你把手伸到我的口袋里去。你要是再敢伸到我的口袋里去，我把你揍啪啪啪！我一天什么东西都没吃。我也什么都没吃。哼。和我一样。 什么和你一样？和谁一样？啊？流浪儿。愚蠢啊！可笑，悲哀呀！我居然间和你一样，我怎么能和你一样啊？是和我一样啊！咱们都是待在地铁里，什么事不干。我那是在体验生活。什么叫体验生活？体验生活，那就是工作。 不懂了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个作家。你是作家？嗯。那你一定写过卖火柴小女孩那样的故事。你读过安徒生的书？那当然，我上学那几年学习成绩好着嘞。我就是编故事的，我正在编地铁里的故事。啊，我在体验生活。哦，原来和我不一样。孩子。 你该回到你的老家去，啊！家里再苦，毕竟守着爸爸妈妈。我没有爸爸。那你娘呢？我娘在监狱里，她是犯人。好，我原来和我不一样。孩子，你该回到你的老家去，啊！家里再苦，毕竟守着爸爸妈妈。我没有爸爸。那你娘呢？我娘在监狱里，她是犯人。好，拿去给你，买点吃的。你不说我是个好老头吗？我该走了。 Thank you.
爹死了，我娘在监狱里，她是犯人。朱编辑，啊，是我，你好。哎，老干，我实在是没有时间，你看，我还好多稿件等着我处理。不，就几分钟，朱编辑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老干，你可千万别说又写出什么作品来了。从第一次我接到你的稿件到现在，已经好多年了吧？行行好。你可别再给我出这种难题了。可是，你没帮我发过一篇稿子，不是？说实话，您的稿子，我只有三个字无法评价好坏，其余的……哦，哪三个字？哎呀，您的名字。我的写作基础太差，可是，我就喜欢写点东西。你说，人这一辈子，他不是应该有点喜好吗？老干呐，您实在是缺乏驾驭文字的天分呐。所以，我才努力了那么多年，不是？所以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。能理解就好。哦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哦，是这样。小孩儿，小孩儿，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。啊？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还会是假的？我能骗你吗？那我会好好干的。哦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童弄。你呢？你就叫我老干吧。老干。干作家，您坐。啊啊好，哎，彤彤，你也坐。啊，坐吧。你也算是我们编辑部的作者了啊。啊，您喝水。啊啊，不客气。咱们说正经事儿吧。那好啊。孩子，干作家都跟你说了，我是这个故事的责任编辑。干作家对你很感兴趣。想让你当这个故事的人物原型，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介入了这个故事的创作。什么是人物原型？这个故事啊，主要是写你。写我？老干，真的写我？啊？那我不就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了吗？哦，不对不对，是小男孩。朱编辑的意思是说呀，这个故事由咱们俩来共同完成，你呢也是这个故事的作者之一。朱编辑是这个意思吧？那当然。老干啊，你觉得这么做对他有好处，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。不，这孩子太可怜了，没有家，没亲人，也许这点变化能让他轻松点。那您这能瞒他多久啊？那以后怎么办？以后我也没想，走着瞧吧。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。老干啊，嗯，你真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光怀。其实你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。朱编辑，
你在工作中有没有失误的时候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看稿子的时候，有没有不准的时候？嗯，也许有吧。不过我看您的稿子的时候，还是很准的。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？一开始我就信你长得就像作家。不是长得像，我本来就是作家嘛。我也想当作家，可我没念过多少书。哦，高玉宝他也没读过多少书的。高玉宝我知道，他写的《半夜鸡叫》可有意思了。我还记得那个大坏蛋周阿皮，我还知道高玉宝写的事情都是他自己的事。咱们编的故事里也是写了自己的事儿。哦，那我以后的事情都要编进咱们的故事吗？当然了，你以后啊做的事儿说的话那和以前都不一样了，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啊都得写到故事里的，明白吗？还有你以后啊绝对不能拿别人的东西。可有时候我实在饿得要死。饿死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，故事里的人物是不可以做这种坏事的。可以挨饿受冻，但是绝不偷东西。你再拿别人的东西哪怕是一次，咱们就马上分开。行，我就是饿死了也要当作家，这比流浪儿好。记住啊，这作家可是个神圣的职业。嗯，那天那个女的是咱们故事里的哪个？就是你救的那个。啊，我不认识她，我以为啊，她要自杀呢。嗨，你就上当了。这种事儿啊，经常发生。咱们干嘛不把她编进咱们的故事？哎，你这个建议倒挺好啊。对，咱们就把她编成啊。编到咱们的故事里面去啊，这算是你的创作啊。咱们把她变成一个坏女人怎么样？你干嘛那么刻薄？她又没得罪咱们什么。那天她对你说的话我全听到了，我讨厌她。哦，就因为人家说了几句话那就成坏女人了。哎呀，你看老干，那个女的又出现了。哪儿呢？就在那儿，还有一个男的在追她。就是那个戴眼镜光头的那个男的。谢谢你，老干，你管他的事干嘛？干嘛你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走，赶快走。哎，大爷，大爷。别那么难听，我不喜欢他。哪有那么多坏人？你到底住在什么地方？嗯，我住在西苑小区五栋四楼。哦，你怎么会住在那儿呢？哎，不是我的房子，是别人借给我的。哦，比我强，到底是不一样啊。哦，我不回家了，我去你那儿参观参观。西苑小区。行，走吧。老干，那个男的见你为什么这么怕呀？像耗子见了猫似的。因为啊，我是个好老头。
管工地的大爷让我住这儿的。哦，就你一个人住在这儿？一个叫彤彤的作家住在空空的房子里，这也算是故事里的吧。你很聪明，就像我啊，待在地铁里一样，你这也算是体验生活了。不过有时候我会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，因为那里又暖和又舒服。你别管那女孩的事儿。你要把她怎么样？你少管我的闲事儿。那女孩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啊。你这个月生活费。给你钱我就够冤的了，少找我麻烦。利用起来啊！你呀，就住在那儿。行，住哪儿都行，我只要还在故事里。伟大的文学作品，以后我就住这儿。啊，故事里是这么安排的。啊，有炉子干嘛不烧呀？烧，但是一天呐，只能烧两块。啊？为什么？啊？哎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当作家，就要会吃苦啊。哦，这我明白。今天啊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咱们的故事正式开始了。咱们今天烧三块啊。好。来。妈妈也给我这样洗，我娘也老给我洗，我爹总是欺负我娘，往死里打我娘，我娘总一个人偷偷的哭，说不想活了。有一回我爹喝醉酒拿起菜刀砍我娘，我娘夺过菜刀就……我娘进监狱的头两年是我叔收留了我，他不让我上学，让我给他家放牛，还打我，还骂我娘是杀人犯，我受不了就跑了出来。这都是因为我娘。你恨他？
我想娘，娘对我可好了，总是给我讲故事，我做梦都想见娘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。你看见她，你就想起了你娘，是吗？还冷吗？不冷了，老干。我喜欢地铁，不冷不热，里面人多还热闹。地铁里有不同的人在你身前来来往往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个人心情都不一样，哼，多有意思啊，还冬暖夏凉，是个好地方。就是关门太烦人了，要不就可以整天待在那里。那是个能给人产生灵感的地方。老干，我快过生日了。是吗？哪天？过新年那天。巧了，我的生日也是那天。彤彤，我该回家了，啊！今天不回行吗？哎呀，我和你不一样，至少是今天不行。我没和家里人打招呼，他们都在家等着我呢，啊！哎，我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是有点不放心。我应该和你一起体验生活，啊！我一个人在这儿不怕。老干，你家里有几口人？有妻子、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，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真幸福。先生，您打一下车票，我看看。哦，你出一下这。我是送人的。送人？那您送哪趟车呀？不知道。他说坐今天晚上的车。今天晚上？今天晚上我们车站已经没有车了。哦，那可能是明天的吧。好，没关系，再过几个小时就天亮了。我在这儿等他吧。那不行，那你去买张车票吧。买了车票在候车室等着还可以，没有车票啊，我们这儿不让候车。那多浪费啊。那浪费没办法，这是我们这儿的规定。那要不您就先往外走吧，好吗？好。想找他出去散散步，他现在不在这儿住了，去走吧。哦，
你是谁啊？彤彤。谁让你住这儿啊？老干。你跟老干什么关系啊？哥们儿。哥们儿。老干人呢？回家了。回家了？回哪个家？自己的家。自己的家？搞什么鬼？你住这儿交钱吗？故事里安排的，我就住这儿。说什么呢？你还没睡醒呢吧？我和老干在写故事，我是故事里的人物。哎呦，犯神经！这老头做事是越来越邪门了。那什么？后来他想抢我的银锁，我就跑了出来。他是谁？你认识他吗？每个故事啊，都得有自己的反面人物，啊？哦，就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。反面人物的出现可以增加这个故事的悬念，你懂不懂？那个坏人去追那个女的，也是你安排出来的，怎么不告诉我？你要知道了，还能演得那么真实啊？啊？老干，你真了不起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哎呀，我还能想出啊许多更精彩的、更好看的情节来，啊！不过你不能问，也不能说出来，啊！该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咱们啊得保持着故事的真实性，懂吗？好，现在我全懂了。老干，你病了。是感冒了。昨天晚上家里的暖气烧得特别热，我没盖好被子，着凉了。多好的房子，不是每个作家都能体验到这种生活的。我倒觉得这房子没多好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作家要能吃苦。享福对于作家来说是可悲的，那样写不出好的东西来。凡是好的作品，编故事的作家都经历过苦难，比如高尔基。不认识。他是个大作家，俄罗斯的大作家，写的都是自己的故事，和咱们一样。老干，你还是住在家里比较好，家里暖和，这儿夜凉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可是太舒服了，容易让人懒惰呀。老干，这几天我怎么没看你写故事呀？还没到写的时候，现在是准备阶段，咱们先得把故事编出来。折腾什么呢？啊！切咸菜。咱们家，哎呀，哪来的什么咸菜？那这不是咸菜是什么？拿过来，让我看看。这是中药材。啊？看着像咸菜。
我说怎么切不动啊？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昨晚你咳了一宿，我想给你做点饭，这儿什么都没有，翻了半天就找出来一点米和这东西。你还会做饭？在叔叔家放牛的时候，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。你怎么知道这是中药？我的东西我能不知道吗？你的东西？朋友的东西啊，看来他还留着。咱们呢不能光喝粥啊，最好再有两个馒头啊，一块真正的咸菜，咱们的故事得有一个好的开端呐。我把咱们一周的创作计划都做出来了啊，这个星期呀，的活动都按照计划执行啊。行，你只管做你的计划，家里的活我都干。这样的分工还是很合理的啊。那今天干什么？今天咱们拾荒啊。拾荒？什么是拾荒？就是捡破烂啊。这是咱们故事里的情节。捡破烂这容易？不一定吧，这捡破烂也是有学问的。捡破烂有什么学问？捡就是了。我的活干完了。我的活也干完了。老干，吃饭。好，来，洗手，要养成好习惯。家里一样啊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呐，充满了希望。来，就餐。咱们还是去居民小区吧，那里的垃圾箱最多。到那儿去能有多大的收获？彤彤，当作家呀，得学会观察生活，看你流浪两年了，可是你生活上还是没经验啊。当作家得什么都懂，你想想，到那垃圾堆里折腾一天，那真不如到饭店呀，和公园门口就待上一会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说给你听吧，你到垃圾堆里去捡，那累得要死要活的，出的一身臭汗，哼！可是你要到公园和这饭店门口去，那有好多人们扔下的那个汽水瓶子，易拉罐，一个值好几分呢，哪个收获大？你真厉害，老干！要不我怎么是作家呢？那在街上装苦命人的收入最高，咱可不能干那个。那叫不劳而获啊，咱得凭劳动吃饭啊。这我知道，咱们是作家，当作家就得动脑子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就这么干了走。
么样？你真厉害。这呀，就是学会观察生活得到的好处。老干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有病，得上医院。没事。咱们还是去买点药吧。可能有点感冒。没关系，咱的故事里没那情节。再说，要万一吃点假药，那个故事就不好看了，不是？老干，你冷吗？冷得就像没穿衣服。那你知道吃什么能让身子暖和些吗？当然是喝开水，宝贝。嗨。这你都不懂，要是能好好的吃顿涮羊肉啊，身子就暖和了。我可没听说过。羊肉暖身子呀，这你都不知道，还当什么作家呀？哦，我不爱吃那玩意儿，太膻气。哎，你真不会享受，多好吃的东西啊！要么，你去吃一顿，啊？我不吃，啊？我不吃羊肉。走。来，给你把菜点一下。哦，我就要羊肉。要多少？一盘多少钱？8块。要半盘。什么？不是还有锅底吗？白菜、豆腐、粉丝什么的，就孩子一个人吃够了。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卖过半盘羊肉，不过我可以去问我们老板好吗？好。老干，你吃什么？我回去再说。晚上还是想喝点稀粥，吃点咸菜。老干，你还吃吧，你病得那么厉害，吃完身上就暖和了。有病啊，就什么也不想吃了。我怎么也不理解，这人们怎么喜欢吃这个，多膻气啊！哦，谢谢啊！我问过我们老板了，我们老板说可以上半盘。好好好，不客气。这是粉丝。这白菜、冻豆腐，那您二位慢用啊。啊，上菜速度真快啊！我实在是闻不了这种味儿，我还是到外面等着你啊，吃吧。求求你，谢谢你帮帮我，我叫兰兰。啊，哦，我叫老干。老干，是想问你，那个不想让你活的男人和你是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就是我欠他们钱，他们想让我还钱，我还不上，他们就逼我卖淫。啊，我不愿意，反正他们现在就想杀我。什么？老干，你别往后看。求求你了，求求我，求求你了！没事了，他走了啊。啊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老干，谢谢你，大爷，老干。嗯，涮羊肉吃完了。是你，小兄弟，
它是咱们故事里的。涮羊肉好吃吧？我们上当了。怎么？锅底还有30块钱。这么黑？我一口都没吃，偷跑出来了。快走。老干，咱们还是别把那个女的编进故事里。为什么？我还是不喜欢她。那是故事里编的。哎，那好，这是今天的收入。头一天呢，能挣这么多钱，那算是成功的啊。故事里规定，这些钱都归你，啊，但是不能乱花，得存起来，啊，以后会需要的。我给你看病。我给你的钱？不是花钱，是我给你治病。你怎么学会的这套啊？娘教的。小时候我一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娘就给我放血，可管用了。大孩子，那是我的肉，能不疼吗？血都变成这颜色了，只有伤风感冒才这颜色。彤彤，等你长大了，咱们办个诊所，你看病，我卖药，好不好？我可想不了你。那怎么行呢？你还小呢，将来的路还长着呢，啊？我现在只想着那顿涮羊肉。那个饭馆的羊肉啊，肯定不正宗。只要是羊肉就行。孩子，你可不懂，吃也是有学问的。人们就知道内蒙古草原上的羊肉好吃，恰恰相反，好吃的羊肉啊，出在荒漠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儿的草啊不足，哎，所以那羊啊就得吃其他的植物，那些植物里就包括着中草药啊，哎，还有香料啊，哎，羊吃了这些东西啊，那肉啊就不膻，哎，吃起来特别鲜，特别美啊。你又不吃羊肉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是不吃那带膻味的羊肉，要是那好吃的羊肉吃吃也无妨。扎完了，拔罐子吧。还拔罐子？啊，老干，你躺下。啊，哦，哎，彤彤，我一定请你吃一顿好吃的，正宗的涮羊肉，啊。找我来什么事儿？你别打那孩子银锁的主意啊！银锁值不少钱。那是他妈留给他的唯一的念想了。他住我的房子，住我的房子他就得交钱。我愿意让他住，可这房子是我给你租的。你别太过分了好不好？你这是警告。还有那姑娘，你别引她去干坏事儿嘛！你少管我的闲事儿。我是为你好啊！我不领情。你记住，我可以忍受窘迫，忍受侮辱，但是，我不能容忍罪恶。他花了人家老板不少钱，最后人也找不着了。那种事儿怎么能干呢嘛？他不干，他花人家钱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干违法的事儿。你说的容易，我拿老板的钱就得给老板干活，我不给人家干活，我们全家吃什么喝什么？还有孝敬你这当爹的200块钱，我打哪出？
我失了业，挣不了钱孝敬你当爹的，街道得把我告到法院去，说我不赡养老人。要是这样，你现在就告我去吧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你知道那个老头跟那个追我的男人是什么关系吗？不知道。那个老头是他爸爸。你还不明白？我明白，这是故事里的内容。说心里话，我是有点爱占小便宜，可谁不为己？我现在把人家钱花了，还也还不上。歌厅老板就串通好了，非得强迫我干那种事儿，我就跑。他们现在让你儿子来抓我，要不是他们拿了我的身份证，我早就回老家了。我讨厌干这行。实话，我要是有半句瞎说，我就我。那你怎么不报警呢？怎么报啊？人家也没把我怎么样。再说我还欠着他们钱呢，这事儿要是讲不清楚，说不定把我当三陪给抓了呢。你要我干什么？帮我要回身份证。要是要回身份证，我马上就离开这儿，再也不干了。当真？我现在做梦都想回家。怎么样，这故事越来越有意思了吧？老干，你家里人知道你病了吗？这瞒不了他们。你有病得上医院。那得花多少钱呢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当作家要学会吃苦，这点病算得了什么？哦，当然不是说我不愿意去医院，关键是咱们没有涉及去医院的内容啊，至少是现在还没想到去医院的事儿。老干，你有病就别管那女的事儿了。彤彤，她也是咱们故事里的人物啊，那还是你建议的呢，你忘了？你现在是作家了，要学会用作家的态度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对不对？大爷，嗯，你儿子他不在。哦，你，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来了，我先走吧。好。老干，啊，你一定要小心。重要的是要把故事编得好看，啊，你放心，啊，哦，让你说的话可别忘了啊，嗯，千万别说错了，哎，错不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好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先生，我们这儿现在还没有开始营业。
又干什么坏事了？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跑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看见您就害怕，您别把我抓回去。哎，你看，哦，呵，瞧你这老头文质彬彬的，犯什么事了？坐下吧，说吧。小朋友，干什么来了？我找人。你找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他被你们抓了。什么样人？老头。和你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爷爷。是你爷爷？他在这儿吗？他犯了什么事儿？我们没干坏事儿。他在这儿。我想和他一起坐监狱，他病得很厉害。你在这儿等着。嗯，老干，爷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没事吧？啊，这呀也是咱们故事里的情节啊。哟，你看天冷了，那，来，哎，来，可别感冒了啊。嗯，哎，来。哎，我说呀，一来吧就走不了，你看不是？啊，我得把那细节呀，跟人家再商量商量啊，我还得回答他们许多我不明白的问题，而且呀，别说了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没事儿啊。回家了啊！阿姨，我找朱编辑。哦，你等一下啊。咱俩做笔生意，我不干涉你住那老头那儿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而且我不收你一分钱房钱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得把你的锁给我。
这可是100块钱，你好好想想。不干。这由不得你，你们砸了别人饭碗，就得付出代价。现在就去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还没想好去医院的情节。我有钱。你这孩子，我没事儿，这么点小病算什么？咱们是作家，作家就不怕生病。我有钱够你去看病，你看。哪儿来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走吧，上医院吧。说实话，钱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偷拿别人的？好，好啊！我们有过约定，不许偷拿别人的东西。你也说过，就是饿死，也不能拿着别人的东西。你怎么又？爷爷，别叫我爷爷，爷爷是你叫的。爷爷，这钱你该得。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啊？咱们什么也别说了，咱们不编故事啊。你也不是故事里的彤彤。啊，拿着你的银锁，啊，钱，你走吧，走。爷爷，你得看病。那小子人呢？别和我提他，我和他没关系。他跟我有关系啊！你别老惦记着别人的东西，好吧？是他偷了我的东西啊！那小子偷了我钱包。
他去别的地方了，很长时间没回来。说不定今天晚上他可能还会回来的吧？不可能，这房子已经卖出去了。哦，我见过你，你是不是睡不着？出来散步。你没事吧？啊？你这手怎么烫？是不是病了？啊，没事儿，谢谢啊。那我走了啊。慢着点啊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想你。想我？让我回来吧。是啊，天那么冷，你上哪儿去呀？进屋去吧。爷爷。彤彤，彤彤，你是好孩子，好孩子。爷爷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。爷爷，我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这故事里没这情节。是咱们旁边的大叔帮我把你送到这儿的，是朱编辑帮你掏的治病的钱。这怎么行啊？让人家替我破费，应该通知我家里的人。可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儿。哦，这倒是。等明天我出了院，我一定把钱还给人家。还有好多人给你捐钱。哦。哎，我的大衣呢？放心吧，收拾的好好的，在家里的衣架上挂着呢。爷爷，嗯，你不会死吧？傻孩子，说哪儿去了？明天我就能出院。再说，咱们的故事还没编完呢。爷爷，你还和我合作吗？当然了，没有你，我怎么完成这个故事啊？哎，不过，你可得记住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你以后不能再拿别人的东西。知道了。你怎么想到拿他的东西呢？嗯？他也不容易。我是觉得咱们的故事有的地方编得不好。我编得不好？有意思。那你说说。故事里的你拉过板车，摆过小摊儿，也没个正经的工作，一辈子都没有娶个老婆。抱养了人家一个孩子，又当爹又当妈的，辛辛苦苦的把他养大，他还不孝顺，你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他这当儿子的就应该为你花钱给你看病。这是你编的？是朱编辑帮我编的。编的不好吗？他编的好，编的好，他编的比我真实。老干，我都告诉他了，像彤彤这样的孩子，成熟比较早，而且特别敏感，所以。我成不了作家的。彤彤，他很感激你，
他怕伤害你，所以就没有戳穿你的谎言。他宁肯把这个游戏做到底，让你们两个从中都得到快乐。他知道您有病，心里急，要不他是不会来找我的。您还是不应该告诉他实情，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老干，不，您听我说，您这不等于又把他变成了流浪儿吗？老干，彤彤还小，你为他的以后想过吗？我的能力有限，我知道，可是，所以就得依靠社会的力量，才能给他提供帮助。不光是彤彤，您也需要帮助，这是社会的责任。朱编辑，您为我付了医疗费，我……那不是我一个人的钱，那是大伙儿凑的。我已经把你和彤彤的事儿，通过我们的刊物向社会发出了呼吁，社会反响很大，几乎天天都能收到读者的来信。您的写作能力比我强，不少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个专门收养像彤彤这样孩子的儿童村，前两天来电话说愿意接收他，可能过两天就派人把他接走。老干，我知道你现在和彤彤的感情已经很深，现在让他离开你，对你是很残酷。可我还是那句话，他现在年龄小，为了他的前途着想，那才是真正对他的关爱。彤彤，都知道了吗？都知道了。老干，我刚才忘了跟您说了一件事儿。您和彤彤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这都是您的亲身体验，你可以把它写成一部小说。老干，我现在正式和您约稿。怎么了？这可是您多年的愿望。我这人呐，一辈子，想当作家，是我一生的追求和乐趣。当我知道我不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，我这种乐趣也就荡然无存了。我仅仅是一个没有退休金的老人，我愿意待在地铁里面，那可以避开酷暑和严寒。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可以排遣多少孤独和寂寞。在那儿，我遇见了彤彤，那是一种缘分。我同情他，想帮助他，可是我连自己的生活都……我知道我不可能帮他一辈子，可是我编了个故事，我想营造那么一个接近于童话的世界，让他暂时的……是个好孩子，他不能忍受那些他不该忍受的心理压力。
我们相处的这些日子，不光是我帮助了他，他也给我带来了欢乐。朱编辑，编故事，编故事，这故事何尝不是给我自己编的？啊，彤彤，明天就是咱们俩的生日了啊！我知道。哎，你几年没过生日了？我六年。我呀，40年没过了。今年呀，咱们就过次生日啊！好。厉害呀你！彤彤，爷爷，爷爷，你的大衣呢？那么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啊？你的病还没完全好，不穿大衣行吗？大衣呢，爷爷？哎呀，你怎么又提这个事儿了？啊，彤彤，爷爷答应了你一件事儿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咱俩的生日，啊，爷爷啊，带你呀去吃涮羊肉，高兴不？啊，你瞧那边，那可是最正宗的。那你的大衣呢？你咱们别提这个好不好？那我请客。你小孩哪来的什么钱呢？这哪来的？银锁呢？卖了。卖给谁了？他。瞧瞧这羊肉的诱人色泽，多鲜嫩呐！一看就知道是最正宗的羊肉。真好看。还等什么？用餐吧。你怎么不动筷子？你也吃。那还用说，动筷子。我不想吃。这可是正宗的羊肉。我不想吃，膻味太大。真的，膻味太大了。这下好了，你可以上学了。我
知道。你应该学文化，掌握知识。我长大了，要和你一样当作家。中途没电话了，咱们的故事就要结束了。